刚才您说的那个问题，像您说的导师啊、上线啊，这个是他个人的行为，但是他个人行为并不代表我们如新公司。我们也在跟这两位也是在进一步的沟通核实这些问题。如果你们觉得可以的话，因为我接受了他们的授权了，我完全可以代表他们。哦，那好，那也可以跟你们积极沟通，但是，还是希望你们拿出诚意。不是像今天这种敷衍，我觉得这种就是敷衍。我家人因为之前是什么病，比如我公公，他是因为癌症，三种癌症，前列腺癌、淋巴癌、肺癌、脑转、骨转，然后后来医生说他已经放弃了，对他，他已经放弃了，然后回来他就死马当活马医，就吃咱们产品，吃了半年，然后到医院检查，所有指标都正常了，而且连以前的高血压、冠心病的指标也都正常了。